鄉親父老、各位各鎮的領袖們，saya rasa izinkan saya di sini untuk memberi ucapan dalam bahasa Cantonese, sebab di sini kebanyakan semua adalah yang boleh faham bahasa Cantonese, bukan bahasa Mandarin tau, bahasa Cantonese. So saya nak terangkan sikit kepada semua. Okay, kawan,其實我嚟到呢度咧，好似翻到自己屋企嘅，真係好開心嚟到呢度。然後佢時時過嚟，差唔多幫我哋嘅 Andy 啊，我哋嘅 Uncle 喺度啊，時時交流解決問題，但係解決到個問題，解決到好開心嘅問題，好 happy。雖然好難去解決，但係解決咗真係好開心。所、so, 以我唔當大家係外人㗎，其實快快翻到嚟啊！好似 Hogan Show 係咪？我當住好似我自己嘅阿姑咁啊，嗬！我阿姨咁啊，不過你哋大家咧係阿容姐啊，嚇、啊，好各位啊，我哋即係大家好似一家人咁啊，嚟到呢度啊，好 happy， 好開心。各位今日幫大家講下政治，始終今日而家係大選，就要俾大家了解一下我哋馬來西亞嘅政治。尤其今日嘅主題係講我哋馬來西亞嘅唐人喺今次呢個大選咧，應該用我哋嘅智慧嘅時候啦。點話智慧？智慧呢樣嘢咧，真係咧係一個無能嚟嘅。你去用你嘅智慧去分析咧，真係好重要呢個國家。因為市面上你一直講改變、改變、改朝換代啊，計醜翻低。跟住咧，係咪真係值得我哋去換朝代咧？而家各位，我哋要分析一下，好似喺中國嘅歷史一樣，我哋要分析一下，值唔值得喺依個時代，需唔需要我哋去換一個新嘅政府？各位，讓我哋去分析一下先。第一，我哋講翻各鎮嘅政府，今日我哋嘅唐人。大家能夠喺馬來西亞公路喺邊度？就係、是、我哋嘅麥華公會，因為喺1957年之前，英國政府統治呢個國家，我哋中國人係喺中國過嚟呢度，我哋中國人就好似而家嘅孟加拉仔啦、緬甸啦。印尼啦、越南啦，都係叫做外勞，大家同意唔同意？但喺嗰陣時，因為英國政府，我哋知道我哋嚟呢度嗰陣時有共產黨，佢話我哋唐人親共產黨，入三巴打戰，所以對我哋唐人唔放心，驚我哋唐人曉破壞個國家。嗰陣時英國政府就講：你哋唐人嗰陣時有500,000嘅唐人啫。500,000嘅唐人全部要坐船翻中國，冇得傾。但係我哋嘅馬華公會嘅創辦人陳真綠先生咧，就幫英國政府揮過，結果傾到最尾，你哋唔需要翻，你哋唔需要翻中國。條件我驚你哋入三巴幫助共產黨，我要俾個地方你哋移出嚟，呢個就係我哋嘅新村。而家叫做新村，吉隆坡仲有係沙勒秀新村、真光新村、熱水湖新村，就係咁樣嚟嘅新村。點解咧？俾我哋喺新村一個集中區，容易照顧我哋，容易睇住我哋，冇俾我哋去參共產黨。跟住過後，我哋馬華公會咧就幫呢個毛統，幫呢個印度各大黨，大家坐嚟傾。嗰陣時，個國家咧嚟到嘅時候，一個國家馬拉人就喺依度噶。我哋印度人、唐人咧係移民嚟，但係我哋唔愛法，我哋可以做到嘅公民。所以咧，大家傾咗方中英國政府就有條件，即是話個條件入邊講好咗，大家所以我哋就做公民，我哋唔需要翻中國。到今日為止，我哋嘅子子孫孫就係正正式式、道道地地嘅馬來西亞人。呢個係一個歷史。所以好多人講馬華好似反對黨，尤其係火箭黨，因為佢哋冇話題，佢哋咧係只識得講唔識得做嘅政黨。
各位大家都知道，講同埋做咧係兩件事。講邊個唔識講，講到天花亂墜，天花亂墜啊！嚇！但係你講做咧，唔係咁簡單嘅。但係我哋馬和公會咧，就係輸喺一個地方，我哋唔識搞宣傳，做咗好多嘢，點樣做？點樣申請？點樣爭取翻嚟？唔識講。所以咧，人民唔知道，以為馬來馬華冇做工，其實馬華係有做工，係馬華唔識搞宣傳，人哋冇做工，做少少宣傳多多，馬華做多多唔識宣傳，宣傳少少，呢個係我可以講，我哋同意係咁嘅情況。你講馬華冇做工，我哋馬華你睇搞教育，大家認同，好多人講好似。火箭講：你哋馬華係毛統嘅一隻狗，大家有冇聽？真係馬華係毛統嘅一隻狗咩？我哋一個方法，各位，我哋大家好似譬如我哋做生意嘅人都好，我哋面對面大家傾嘢，如果大家鬥硬，大家鬥爭取，人幫人係有感情嘅，大家同意冇？夾硬使，夾硬鬧，變咗原本有感情都變咗冇感情啦。是一直牽連到的，這個心對心。所以我們幫毛統爭取的要用一個方法，一個方式，不是一直到黑勢，你一直勢人家都要滾的，人對人。所以用一個方式，用怨工慢慢幫他談。好像現在我很高興，現在的首相我們的納吉阿吉哥，是不是他真的用心良苦，想將這個馬來西亞呢搞到一個公平的馬來西亞。但是我知道好像推出十度不理想，大家知道一個賣事再盡量要將這個事搞公平，真的，因為現在世界已經變了，我們有研究到全個世界現在是地球村。什麼叫地球村呢？好像現在我們幫外國直頭電話，直頭可以看到大家的，真的太方便，即是不要講等好像舊牌話坐飛機幾耐幾耐才見到，寫信要等幾日，冇的了，上網啲嗰啲太方便。所以呢，你就算住在人口，他住在美國，你都好像他住在你隔離屋啫，因為你上網見到他。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呢，馬來西亞一定要改變的，因為阿哲哥呢，阿哲哥呢他真的很聰明啊，你不改變是不是你淘汰的了。但是我們要知道，在一個國家60%多是馬來人，他不可以一下這樣的時間馬上將那些馬來人的利益全部一切取消，不行的，因為人多嘛，你一下這樣取消，他們不明白其實政府愛他們好，他們不明白的話呢，真的呢，他們一反上來，首相自己的位置都要搖啊，各位。所以你看首相做事是一步一步來的，即係用心良苦。嗱，講翻30%嘅嘢啦，好多人都係同人講，我哋做，佢哋唔使做，但係咧30%有得分，好唔公平，大家啱唔啱？但係阿哲哥真係用心良苦，佢減佢改，但係唔可以一下大改，要一步一步一步慢慢改。你一下大改，成趟船要翻，所以咧。你看他一下上了做首相沒幾久，他立刻宣布有30多樣的那種東西，那些申請的政府的東西，你們不需要30%土族的，100%唐人都沒問題，大家記不記得這件事，即表示他的誠意已經在那裡。所以我們要給時間，我們種一棵樹，細細種起，我們不是說今天一種他就到10尺20尺高，不是的，各位，我哋用時間慢慢嚟。我哋睇翻而家阿哲哥去呢個改革，啱冇？改革，我哋唔可以改朝啊！改朝好危險啊！等我幫大家解釋。我哋要改革，將嗰啲唔好嘅嘢改革，將嗰啲唔夠強嘅嘢提升，俾佢做個強。其實呢個先係叫做穩陣位，比較啱嘅做法。我哋睇翻。馬來西亞其實每一年的經濟成長呢，在阿哲哥上任了過後呢，5到5.5一年，甚至到6，幾年都是這樣。
如果我哋跟翻咁嘅巴仙數行每一年咧，我哋真係喺七年後嘅2020年咧，我哋真係要達到先進國啊！各位，真真嘅呢個，我哋研究咗嚟，咁我哋嘅人民嘅收入咧，真係好似阿哲哥所講嘅，一年平均嘅收入咧，我哋人民嘅平均收入咧係15,000-15,000嘅美金啊！差不多加上你有40,000的平均，即是整個平均率，所以真的可以達到的，一步一步咁上咁樣呢，最重要呢，政治要穩定，現在國家不可以亂，政治要穩定，如果政治一不穩定的話，一換政府的話呢，經濟一定跌，我可以說經濟一定跌，所以呢，大家真的要好好地用智慧，我哋值唔值得換政府？我睇我計嚟左計右計前計後計，真係搏唔過，搏唔過。就我分析俾你聽，換政府幫換政府好處喺邊度，或者壞處喺邊度？真係有冇好處？值唔值得？各位，我哋睇翻而家，我哋唐人喺個國家係25%嘅啫。都跌咗啦，24%啊！呢24%巴仙嘅唐人，各位，呢個國家唔係好似中國嘅共產黨唔使改選嘅，呢個國家係好公平嘅。每5年我哋要選一擺公平嘅選。阿姐啊，阿哥啊，一人手中一票啊！我哋正話有24%-25%啫，我哋點樣嚟講控制做壓底咧？喺個國家。就算你講俾火箭黨咧，佢都係一樣好似貓話做阿爾嘅，即係各位冇可能做阿大噶，因為我哋人口少，我哋要面對現實啊。個個我哋我而家我質量，我哋唔生多啊，各位啱唔啱啊？所以我哋睇翻，如果而家咁嘅情況，大家都要講，我諗一諗，阿 Frankie 啊，你話投民聯？點解唔好呢？你分析俾我聽。我哋睇翻，唔好講完，我哋先講民聯政府咧，講話係唔使本錢嘅，因為咧想攞人民嘅心，乜嘢嘢都可以應承，乜嘢承諾都可以講到冇問題答應。我哋睇翻。民聯在我們解散國會前推出的先源，先源就是我做開政府，我的承諾給人民，我要做什麼？他說第一，我要將整個馬來西亞的大道的收費，就是多的收費取消，不用還。各位，這個大道起的時候，政府有幫私人公司簽合同，我沒有那麼多錢，你出錢去做，做開你就要收這個收費，慢慢扣啊，每一年。你講一取消那個合約入面，你做開政府，你要負擔，你要負責去清那筆數給這個承包商的。所以我們左計右計，再加上他又說你哋舊派啲仔仔女女讀書又幫政府借貸款，叫做 PTPTN。你借咗貸款，我哋政府係講窮嘅學生、叻讀書嘅學生攞唔到獎學金，因為獎學金有限嘛。嗰啲係好叻、好叻、好叻嘅天才先攞得到噶嘛，10個 A1 噶喎。所以攞唔到嗰啲7個 A、8個 A、6個 A、5個 A 點啊？政府講冇上幹。我哋唔愛西人才，你去讀政府借錢俾你讀，收翻少少嘅利息啫，幫銀行比係真係好奀嘅利息啫。你暫時唔使還，當你畢業開做工開，出嚟有錢開，個個月慢慢嘅還，唔係逼你一齊還曬。其實都唔係好過分嘛，我政府借錢供你讀書，你講取消，我哋唔係唔想取消。這個國家有咁多的收入喎，你一取消這個 PTPTN 的獎學金那個貸款，你一取消這個大道，還有很多東西去承諾，你計上來一年差不多要用在這些地方
2000 yek ah, yang man kiu 200 billion. 2000 yek ya lin ah, ako ache. Ngo de Ma Lai Si Ya, yan lin jing fu ge zhong shou yao, bao guo suo de shui, guo ren ge, bao guo gong xi ge suo de shui, bao guo chou yin zai shui, ye hao shui, zhong zhong shui, suo shou fan li ge, dou hai 2000 yek zhe。咁我哋要費用啊，兩千億，咁多公務員做工唔使俾錢啊，嚇、啊！小學到中學讀書唔使俾錢啊，日日我哋用嘅油有津貼唔使俾錢啊，我哋嘅煤氣唔使俾錢啊，我哋食嘅油唔使俾錢啊，種種都係錢。兩千億你扣開呢啲費用，你仲可以剩幾多呢？如果而家又加多一個兩千億嘅費用落嚟咧，依、這個政府我哋左計右計兩年至三年，依、這個政府就好似墨西哥咁噶啦，就係、是、叫做 bankruptcy 破產。各位，所以講同埋做邊個唔識？講冇用嘅，你要分析要做嘅。我哋睇，譬如講。佢真係講，我真係要達成我嘅願望啊！你吹咩？我真係做到俾你睇。其實佢又可以做啊，唔係唔可以。我哋又講翻頭，佢真係愛做可以做嘅。喺邊度開刀呢？喺我哋人民身上啊！我哋平時我哋嘅所得税，各人所得税每一年最多係。26% 啱啊！我哋嘅 David 又喺嗰度係咪？係啊，確實26% 啱啊，最高。佢咪可以講咯，我要抽你好似 Australia 咁啊，澳洲佢抽47%，抽50%，邊個死？邊個傷？我哋人民傷咯。而家暫時唔幫你講先嘛，要你嘅票嘛，呃住你先嘛。達到我願望個五年，我先慢慢透濟你哋人民嘛。而家我計低個假面具先得唔得？我乜嘢都答應你，值唔值得我哋去冒呢個風險？各位，公司又幫你抽，邊個死我哋死，一唔係國家破產咯，你唔抽。所以我哋要分析個有啲嘢喎，唔好講人哋講我哋就信喎。各位，就算啦，真係大家講冇相干。死就死，俾佢五年試一試好唔好？還掂國賺都50多年咯。誒，冇搞笑，我分析下俾大家聽。喺個民聯入邊咧，三個政黨啱唔啱？回教黨而家改名叫伊斯蘭黨。第二，火箭黨、民主行動黨啱冇？第三，安華嘅咩黨？公正黨。其實表面上看呢，以為這個民聯如果贏了入撥出債呢，做首相的是安華。其實錯，我幫你講，我可以100%幫你講，這個答案是錯。大家如果有看報紙，火箭一直講我們入了撥出債呢，做開政府，安華做首相。阿哥阿姐，你哋有冇聽過回教黨嘅領袖？我愛係嗰啲上邊有 power 領袖講，下邊嗰啲卒仔講冇用嘅，嗰啲講冇用。好似我哋一間公司，唔好講啦，講耶穌啦，做一間大生意，而家耶穌做大生意公司啦。咁樣下邊個卒仔講嘅話唔可以算噶嘛？下邊夥計要耶穌或者耶穌幾個嗰啲股東講先叫算數啊嘛？啱唔啱啊？公司國家都係一樣噶嘛？你做政府 so,回教黨到今日都冇話好啊，我都支持啊，贏開俾安華去做首相啊，冇講過喎、我回教黨喺呢度幾十年喎、你公正黨正話幾年啫喺度，你要幫我做老大啊？但係佢唔可以講，佢一講咗就亂，佢哋就唔可以合作。而家大家咧冇目標嘅。唯開要搭到上去做政府，大家合作上到去做政府，大家又嚟亂過。點解呢？分嚟分去分唔均，冇傾嘛之前嘛，又嚟嘈一輪咯。我敢擔保呢件事，所以咁樣輕浮嘅嘢，我哋同仁
係全世界可以講猶太人幫我哋咧係平起平坐，我哋嘅智慧咧係最有智慧嘅唐人，我哋留住五千年嘅中國嘅粵血、中國嘅文化，所以我哋唐人用智慧去諗嘢咧，冇到最尾一分鐘，冇做最尾一個決定嘅。所以而家我哋所睇到喺市面上唐人一直反，其實咧冇到最尾一分鐘，我哋唔知嘅。最尾一分鐘可能唐人全部改翻嚟支持國陣，有咁嘅可能性。我哋睇翻，如果文連真係入咗去啦，會教黨幫你講，大家傾訴啦。你如果要我哋合作，安華 no， 我會教黨做首相，同意冇？唔同意啊？唔愛合作咯。我哋講合作啫嘛，簽約都可以改噶嘛，啱冇？大家唔 happy 合作係做咩？我要做到底，安華你唔愛做，你唔同意，我唔愛幫你哋合作，咁揾邊個合作？可以揾其他政黨合作嘅喎，你睇外國嗰啲啊，澳美嗰啲、澳洲啊，啲 Europe 啊 ，Euro 啊，歐洲 Euro， 誒傾嚟傾去嗰啲，日本都可以傾嚟傾去。幾多黨傾唔啱幫個黨，揀揀回教黨幫毛統合作都有可能嘅喎，大家要諗一諗喎一樣嘢喎，唔係講講講傾唔掂嘅咩？而家表面上嘛，大家為利益嘛，傾唔穩嘛，分唔均嘛，所以我睇法咧，我哋冇冒呢個風險喎，因為我哋同人要做生意，我哋同人要經濟好，我哋要揾錢，大家同意冇啊？一個國家政治唔穩定，政治亂，我哋做生意，我哋冇心機，有錢就可以移民啦。好似我哋啲冇錢嘅點啊？我哋嘅仔仔女女點啊？將來啊？回教黨其實係好誠實嘅一個政黨。如果回教黨，同埋火箭同埋公正黨，我比我可以講回教黨一個好誠實、好老實嘅政黨，佢冇呃你，佢已經講咗。各位大家有睇報紙咯，各位我係正正實實我要做回教國啊，我要行呢個回教刑事法嘅。咩叫回教刑事法？大家知咯，唔好咁斬手講斬腳嗰啲咁緊要誇張，唔好講到嗰啲啦。啊！馬標唔可以賭咯，啊！飲酒唔可以飲咯。頭先個我哋嘅暗攞嘅領袖已經講咗咯。男仔女仔睇戲坐一邊坐一邊 ，supermarket 買嘢你排你嘅我排我嘅，加蘭丹睇得到咯。剪頭髮女仔唔得幫男仔剪，呢啲最普通嘅啫，唔好講其他嘢啦。我哋接受得到冇？但係佢講咗我冇利，我要做政府，我就要行呢條軌。你哋唔同意，唔愛投我。佢好老實啊，佢冇呃啊，但係而家咧火箭喺度呃緊我哋唐人。我哋講一句好簡單嘅話，護篤之冇護篤咯，回教講嘅護篤咯，即係講護篤咯，即是講係回教刑事法。我哋馬華已經講咗，係講你無統行回教刑事法。我媽話公會退出國陣，我哋唔同意，我哋敢敢講出嚟，跟住我哋問翻轉頭，回教黨就講我一定要行刑事法，如果我做喺政府冇得傾。跟住我哋問翻火箭，問林吉祥，問林冠英，你敢唔敢講你退出咧？佢哋做回教刑事法。你退出民聯，他們不敢出聲，到今天都不敢答。即是說他們都是回教黨的一隻狗，大家同意沒有？一樣的意思，即是說他都是路演，永遠不可以做阿底渣飛。那我們旁人看回我們的前途，回教黨做在政府，萬一有咩冬瓜豆腐傾唔掂，揾其他嘅政黨嚟傾合作，佢唔睇我哋馬華公會係佢唔睇你噶啦，啊！我哋講有冇可能性回教黨幫
冒統一齊合作啊，有可能性嘅喎。嗰陣時咧入作咗做政府，火箭佢都唔睇，你罵話我唐人都唔支持你罵話咯，仲嚟做乜嘢？冇得傾，所以嗰陣時我哋嘅唐人咧就係反對黨噶啦，全部唐人係反對黨噶啦，其他啲種族馬拉人、印度人執政黨，嗰時做嘢真係好辛苦，好辛苦。各位講翻個簡單嘅嘢啦，唔好講到咁複雜啦嚇。而家我哋要朝向2020年，仲有七年啫，我哋冇諗到咁複雜，大家。我哋要朝向2020年，仲有七年。是说我们换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谈不定，入面立立乱，这个政治不稳定，经济一定跌，我们怎样去七年朝向2020年呢？是说我们继续，我们相信阿接哥，我们给机会阿接哥当年，我们看看阿接哥是不是做得那么漂亮，现在都在这里死猛做了吗？我哋嘅宣言唔可以亂講嘛，我哋嘅國陣宣言好實際咁講嘛，我哋可以呃大家講，我贏開500溝俾你哋硬腳硬啲嘅，我俾你1200溝即刻，我俾你2000溝，我俾你5000溝得唔得啊？唔得亂講嘅，講到要做到嘅呢個就係國陣政府一約千金，真知跌得八啲，所以。我哋講500溝5年，慢慢起，慢慢起，慢慢起，包你每一年都攞到到1200溝第五年，肯定有。所以我哋做嘢穩陣，唔好亂講，冇用。所以我睇翻，我哋要2020達到，我哋只要支持國陣，國家就穩定，政治穩定，經濟肯定一步一步上。時間一到，自然就係先進國。各位同意冇？我比如一個啦，大家聽過越南啦，呢度都好多越南仔啦，越南嘅外勞喺度做工啦。我知道我70幾年嘅時候咧，我仲讀緊小學，時時跟住我老豆，我老豆都係搞政治，我跟住我老豆到中學80年代，我哋知道嗰陣時越南咧。是很強大的，對經濟好過馬來西亞很多的，同意沒有大家越南，但是因為越南內戰，因為越南內戰，再加上越南幫美國打戰，所以呢政治就不穩定，政治不穩定呢經濟就跌，所以打仗一直跌跌跌跌跌，結果現在馬來西亞好過越南，但是越南很快，即係咁慢慢經濟穩定咗，慢慢就要衝上嚟啦。所以我要講一句話：國家要穩定、安定、安定、穩定，唔去亂，全民共應。呢個係馬華公嘅口號。我再攞一個比喻，好簡單嘅比喻，各位，呢個係最簡單嘅，我幫。細佬哥讀緊幼稚園講，佢都要明白嘅，比較簡單嘅。國陣係一條路船，即是一條路船。一路船咧保護得好好好，保養好好。一路船咧落喺海中間，而家要行，那接就係船長揸住嗰條船，船向行，好似我哋叫《西遊記》啊。唐僧去取西經啊，去西經取經啊，好冇？去西天取經啊，一樣啊！而家阿姐，我要去七年，我要去取經，呢個經就係華華山2020紅顏。我仲有七年，我望到啦。我載住一班嘅人行呢條船，呢個船咧幾十年咗，當然你好容易睇咯。邊啲 spare part 壞咗，你知道邊啲壞，你咪換邊啲咯，因為你熟手咗嘛。邊啲壞你咪換邊啲咯，但係我哋講翻文年，佢係一隻新船，呢隻新船一落船，大哥你敢包新嘅船落船，全部 spare part 安全到曬冇？萬一啲 spare part 有啲壞呢度壞嗰度壞，又冇經驗點解佢搶修喎？死咯咁樣救，嗰同事激慘喎！揸船嘅船長又冇經驗亂揸喎，
撞冰山喎、啊，有冇睇嗰套戲啊？泰坦尼克有冇睇過泰坦尼克啊？鐵塔尼號，我喺曼谷睇三百，馬來西亞睇四百，總共睇七百，再買帶翻去睇，總共睇咗十七百，真係好感動呢部戲。泰坦尼克，如果泰坦尼克嗰部戲，大家應該知道啦。嗰、那個新船落船，大家好 happy 去旅遊，載住好多人。但係嗰趟船係新嘅，好多問題啊！新船啊，你冇 check 過啲嗰啲問題，你揸船嗰個船長又係新人，結果撞冰山，全部死曬。依、這個就係一個借鏡，文連就係咁。新船講到初冇乜促銷嘛。我點樣好？點樣好？依隻船點樣靚？我載你哋全世界旅遊，出海去公海去邊度旅遊，包你哋爽，包你哋悶夜，貴啲都冇相干，全部落船。你啲人冇電 ，feel 啊 ？OK， 好彩 ，so。呢啲人咪俾呃咗咯，落船呢啲人咯，撞冰山咯。我係講一個比喻啊，係講今次大家聽咗文連講咧，相信佢，大家就落呢條泰坦尼克嘅船。咁一撞冰山，到時發生遲早撞，明白我？大家即係咁簡單，我一個比喻俾大家。所以我對然後區。我哋嘅鄉親父老，我對布基便登，我哋嘅成個布基嘅選民，我對你哋充滿信心。我開喺度，我幫你哋保證，方桂倫喺度已經服務開三屆，做開三屆嘅各位議員。但是方桂倫我可以講是一名君子，是一名好好先生，我可以講我們都是朋友，政治幫朋友，不要參來講，即是我們做公司事幫公事，不要參來講。現在圍開我們這裡國家，圍開我們布基便登的將來還過好，我們是不是要找一個可以幫我們配合大家一起達成呢個心願，大家一起去推俾呢個布基便登嘅將來最好，仲過好啱唔啱？所以咧，小弟我真係好用心良苦，真係好想好想，好願意付出，為大家付出呢個犧牲，即是話付出我呢個嚟幫大家服務。但係我服務開咁耐，始終唔係各位議員。做起嘢上嚟真係有心無力，細單嘅嘢我可以做到啦。好似講翻呢度水嘅嘢，記得冇嗰陣時我嚟，要搞到陳華貴啊，搞到啲陳華貴部長出面啊，因為呢度要整嗰啲水喉要幾千萬啊！佢講啊，我一個卒仔又唔係個議員，我點樣嚟去講啊？有心無力，嚟已經講咗，嚟幫我哋對話咗，到而家都未搞掂，大家講啱唔啱？有些事不是說我愛做就做得到，因為我不是國議員，如果我是國議員不同，我上國會我誓，我上國會我講講這裡的原因，為什麼要改，全部部長聽到，全部首相副首相聽到，是不是比較容易一點？我講道理嘛，但現在我沒有一個平台給我講，你說我這麼容易見到副首相啊，要射輕都難啊，對不對？所以就是一個簡單的比喻，我希望方桂倫做開三屆，人生短短幾十年，我哋要學一學我哋嘅阿總哥，要享清福，冇做到老都係喺度辛苦。好似阿總哥啊，我哋成功咗到一個時候，我哋交出嚟俾一個新人 ，OK 接班人，譬如講耶穌先生，我哋交俾佢。我哋要享清福，人生幾十年，所以我呼籲方桂倫先生，今年我四十七歲，方桂倫先生六十七歲，或者咁樣好唔好？大家個協議，我哋大家都係朋友，
我咧就大家俾我一票支持，我贏咗咧，我就為大家服務。咁方冠倫67歲可以退休，可以享清福，但係咧我委任佢做顧問，可以冇？佢享清福，我委任方冠倫做顧問，因為我始終係新人，但係我新人咧，我經驗唔深。我21歲做導演㗎啦，有啲人知道。我21歲喺香港馬來西亞拍戲，馬來西亞最後生嘅導演就係我。要拍一部戲唔係咁簡單，18班武儀啊，各位啊，拍一部戲你要18班，依度度嗰度度，一點點嘢唔啱，成部戲拍走樣拍唔掂。我21歲坐去做最後生馬來西亞導演，唔通我真係冇信心？一個撥機變燈，我搞唔掂咩？啱冇各位，所以你哋絕對放心我能力，我對自己有信心。跟住如果方國倫同意，佢又做我嘅顧問，佢10幾年嘅經驗，我唔明白，我要確定。請問顧問，俾啲意見我，係咪兩全其美啊？各位 ，so 唔幫大家多講，即係一個簡單嘅說明，希望大家俾個機會小弟。今次俾我中選，為你哋服務，好唔好？好，多謝各位。大家唔遠講啦，日日講政治好悶啊！我哋擺喺度見到晏啲晏哥，我哋唔講政治啊，啱冇晏啲？啱冇啊？好，數唱一唱歌好唔好啊？愛唔愛聽唱歌啊？其實又幫大家講下喎。我17歲，我其實咧10幾歲咧就發明星夢啊！嗰陣時啊，10幾歲啊，細細就學唱歌，唔係學係自己興趣唱。咁咧小學比賽又攞過冠軍好多次，到中學 form three 又跟 live band 啊！嗰陣時冇卡拉噶，真係 live band， 你一下唔掂都係好唔掂啊！幾多歲咧？我 form three 16歲都可以賺外費噶啦！嗰陣時我咧就放咗學。咁啊，參 live band 有啊，有嗰啲結婚嘅宴會啦、神誕啦，最興噶啦。咁 live band 去，我主唱者之一咯。一擺唱有50蚊啊，唔錯噶嗰陣時啊，幫補嘛，嗬，讀書幫補。到開17歲去參加全東海岸啊，即係格蘭丹啊。我嗰陣時喺格蘭丹長大，媽媽六甲人就格蘭丹長大。我媽係塞勒秀人嚟嘅。花秀新村人，咁咧唱歌比賽喎，東海岸喎，無端端17歲喎，好多老將幫我比啊，俾我攞咗冠軍啊！有相有報紙啊，有啲報條嗰啲掛，全部你睇我啲報紙有噶。咁咧，瑞華唱片公司要簽我做歌星啊，但係17歲我唔話得事啊，老豆話事啊，唔到18歲，老豆講個合同好刻薄，你冇簽，結果我冇簽，冇做明星夢，跟住走去學。學拍戲，跟住做開副導演，做開副導演再去做導演，導演翻離開，因為發生事，睇我報紙有寫，所以翻加蘭丹幫老豆做生意。而家出嚟全職，2003年全職搞政治到今日。